孙耀威呢日出席 TVB 嘅音乐节目，嚟到后台，老孙就话好怀念自己第一次同偶像谭校长见面嘅时候啊。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因为，我读书的时候很喜欢谭校长嘛，然后，记者都知道我很喜欢他。那天我记得在就是更衣室里面化妆间里面，然后看到他，我就整个脸就红了这样。那记者朋友们就说赶快过来，然后帮我安排跟各位校长去拍照，然后他就跟我聊天，他说哦你也是玩乐团的，就跟我分享很多的经历这样子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应该是25年前发的事情，但是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的点点滴滴。咁会唔会期待再同校长合作呢？其实我在2007年的时候，开了一个演唱会在香港，然后谭校长是当天是忙的，然后他自己做完一个演唱会，赶到最后，我的最后一首歌 encore 到不能再 encore 的时候，突然间他跑上场，他连自己打歌服都没有脱掉，冲上场作为一个特别 surprise 我的一个嘉宾，然后我记得那天我哭的，哎呦乱七八糟的这样子，所以真的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再跟他就是合作，或者是能够再跟他同台这样子。